好，左边。左边来，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样子。啊，你看多好，比你的十八就跟他们不一样，看起来就很贵。那个波就抢完了，全部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波，我就是我拍完了以后，这个金老师说：“萱姐，你把鼻子歪过去，脸歪过去。”我说：“哦，对了，我忘记怎么亲了，我才其实我都忘记怎么亲人了。”我是只对鼻子对鼻子。他说：“歪过来，我才想起来。”萱姐，你是一开始就知道就是剧本里面有吻戏吗？没有，他没有说。剧本没有，是现场即兴加了吻戏。他跟金世杰老师讨论的，觉得这场戏应该怎么表达。所以我觉得自己晚节不保的感觉。哇，这太重了！哇，这太重了！你当演员就听话了。萱姐多久没拍吻戏啊？根本就没拍过。从来没过，原来你都有古装戏。我们家老爷走了以后，我拍了两个，跟金老师，然后另外一个戏是他亲我。你看，我说我老爷走以后都还亲戏了，这不像话。可爱，好可爱，就是没有，就觉得自己不守妇道的感觉。没有，我就是艺术家。人家把我看什么样子？我是他走了，我就可以演这种戏了吗？其实原先没有的，原先是没有的，说是临时加的。所以两出都是原本没有吻戏，都临时。剧本上都没写的。哦，那不用多收钱哦。我们演员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不可以。